根据省洛夫基金会的评估，这将是一次不亚于针对瓦尔登湖酒馆的行动。此次的紧急援助评级为 A 级，我希望你们能提前明白行动的风险。可是受限于我们的人数与配给，队长，我们没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。而且，我们还没有完成调查失踪物资的任务，这难道不正证明我们需要得到更多的帮助吗？不，队员们，这是上面已经制定的作战方针。请记住，这不是一次正面作战。鉴于此前的经验，重塑之手各级首领正在四处遁逃藏匿，我们所需要做的便是绞首，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。省洛夫基金会的后续支援只会在我们完成任务后出现。换而言之，如果失败，也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全身而退，是吗？这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内。该行动了，队员们。马提奥达调查员发送的坐标位置已经离我们不远。接下来的路，我们需要步行过去。哎，这个小心点，别站在路中间。嘿，你们就不会看路吗？别节外生枝 ，Todd， 该走了。蒙上双眼，便可以抚摸那不存在的幻影；如果蒙蔽感官，便可寻得日思夜想的去处。那么，这为何不能成为一种真实呢？那些醉汉不会再过来找我们的麻烦，我可以骑上摩托车带你兜遍旧金山，那些想追你的混小子们都会被我吓得屁滚尿流。圣罗夫基金会要是再去邀请你，我就让他们好好吃一个闭门羹。哥哥，这是当然。不是宝莉娜，你甚至连她的半个影子都不像。你没有骂我是一个混账，连她面对那些自顾自将她视作弱小的人时脱口而出的嘲讽
也学不到一点。啊，我当然怀念那个以我为傲的妹妹，同时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，当她收拾行李离开 Kate 街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人比她更以自己为好。马提奥达的小队以你为傲。哎，小家伙，谁认同这个主意了？这个名字明明该叫这老大小队。嗯，就品味来说，你俩想出的名字不相上下。你们的嗅觉相当灵敏，先生们，但这无疑是种不幸。晚上好，各位。尊敬的使徒和环状水星女士正等候你们的赴宴。我们不能让他们等太久，你说呢？这是还给你的，薇恩。嗯，还记得我吗？诸位，我们都曾追寻着荒谬的真理，亦或欲望，视为一批批愚蠢的羔羊。我们所臣服的欺骗我等，我们所希冀的辜负我等，因此你们来到此处，因此你们皈依受苦者的怀抱。在这庆典之日，作为使徒，我剖自心肺，忏悔我曾执迷的种种。我来自于一座笃信万物皆数的小岛，那里曾是我的短暂的居所，曾是懦弱之我的容身之处。我们自以为远离尘世，自以为可以在洞穴之中将所有人隔绝于外。但当岛外之民屠戮我的同袍，却未见我所信仰的唯一许我们拯救。我目睹死亡肆虐，目睹岛外的人无情地投下炸药，将我昔日的同袍轰炸成泥巴里的一块块肉碎。今非昔比，我找到了真正永恒的居所。受苦者给予了我们力量、荣耀，将我们这些子嗣汇聚在一起，而不再受人欺侮。一个个同袍加入我们，令我们愈发圆满，离受苦者的再临也愈近。那些事，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那么多的面具。兄弟姊妹们，请拾起受苦者与你们的恩赐，与我吟诵。如此欢喜，如此赞美。可恶，别那么做，这些面具会毁了你们。你们只是被眼前的迷雾利用了，他们并不是真实的，那些都是一时的幻觉。
你们会后悔的。如此欢喜，如此赞美。我们惩戒，我们净化，我们唤醒，我们本为一体。我们惩戒，我们净化，我们唤醒，我们唤醒，我们本为一体，我们本为一体。